总共有五个县市哈，13所学校，15个比赛工队伍参加。在今年的全国少棒比赛来对哈，我们更加邀请了14个县市哈，来自43个队伍啊，其中啊斗六市就有8个队伍哈啊，所以啊哈，这个棒球赛事跟我们全国的溜冰赛事哈，在斗六尤其是溜冰的小朋友哈，在斗六啊就占近将近500多个小朋友之多哈啊，我相信举办这个全国性的比赛不仅可以促进斗六市所有的商业的繁荣哈，因为所有的饭店都已经全部客满哈啊，我们也希望透过比赛可以让所有的小朋友跟家长共同来参与这个运动的赛事哈。那我非常感谢我们斗六市林市长能够连续在3月份这个运动月哈，举办了2场非常大型的活动，不只是3月12号在斗六碰鼠公园举办我们滑轮溜冰的锦标赛，那同时呢，在3月19号也启动第二届的软式硬式的一个棒球邀请赛，那邀请全国各地的乡亲好朋友、热爱棒球的这些选手呢，都能够齐聚一堂来参加比赛哦。云林县透过我们各乡镇市公所的一个合作，那斗六市公所是我们非常肯定，而且在林市长的带领之下，可以说是非常积极打造全民运动的风气。那不止在每一个村里成立这个运动场所，那包括云林县政府在所有的各大这个学校各级学校，我们在照明设备方面无论是夜间的照明，还有监视系统那都能够提供给我们乡亲一个运动的好去处云林山。